3、2、1，有你真好。两位发型造型师分别绑起两位小女生长长的头发，一刀剪下，她们细细的发丝将变成癌症病友制作假发的来源。新北市幸福满屋食物银行什么都收，这一次收下的是热心民众陈信瑜发起，透过新北市议员蔡淑君号召各界响应捐发活动，并且将这一些发束捐赠给中华民国癌病肿瘤患者扶助协会，制作成假发提供给癌友使用。那希望呢，借由这样的一个正能量的一个增法，因为这么多孩子的正能量，能够给这些就是现在身体不舒服的这些癌症的患友，他可以知道其实人间是充满温情的。那希望借由这样的一个正能量，让他们更开心。外观会影响到他们的心情，心情甚至会影响到他们的病情，所以会很严重的影响。那我们希望利用外观改变这件事情来制作更好的，让他们有一个更好的效果，然后让他们有走出他们自己的阴霾那种感觉。捐出长长秀发的幼稚园大班的红小妹妹，有爸爸陪同，说出当年她发生意外差点丧命，也得到蔡淑君议员的协助，想要借此机会加入议员发起的捐发计划，用自己的头发帮助更多人。其实是她自己说要捐的。对，你自己说要捐的是不是？对，因为我们在有困难的时候，说很多人，大家蔡议员啊，很多人的帮忙啊，今天有这个机会的话，想说就尽一点自己做到的事情这样子。他也做的是一个教育的工作，教育我们小朋友从小就学习，开始付出，开始对社会有更多的爱心，对不对？那将来我们就会是一个很棒很棒的人。捐发活动总共募集到68束的发束，全数捐赠给新北市食物银行，再由中华民国癌病肿瘤患者扶助协会制作成假发，送给因为化疗期间掉光头发的癌友们。有了这一些充满爱和关怀的假发，相信能够帮助他们走出户外，迎向阳光。中嘉新闻林立吴亮贤板桥报道。